学的重一点。许仙了，后边一天有些了。中间了。那就是往上这么挑。嗯。你看，是不是挺深的呢？哈。嗯。这你自己剪了？嗯，这个不让剪，让人剪的。听这个声音，我感觉你在揍他。我听到这个声音，你有点在揍他的感觉。开挺疼，把住了，再手把住了，再开去。你去看看张良那个工作服的，就是你再按哪天工作服就烂了。嗯，后面两个大黑点，上次那大黑点我才刚洗完。不是，就那个黑点那儿疼，别处不疼，就在那儿。他老那个不能地方，老摁那个地方。你不会他们眼根弄过他吗？好疼，好疼，好疼！有点烦，那么恶心。加大黑点。给张良爱怀孕了，你回来了。那种恶心的了。就扎在肉里。疼得厉害。哎，是，可以说了。啊，弄。上了。这么疼吗？这会儿？上次那是总是有腰，刚前面有点疼，现在是前面，这现在就是前面疼，后面不疼。在肉里这块儿。这个你就不用看了，现在我这个位置都看不见里面什么样。哎呦，叉子。这块好经典，这块一定要录个完整版的。嗯，你看这个尖儿，这个尖儿奶了它，不疼了。全都给你整了。嗯，好嘞。去弄饭吧，张师傅。弄个土豆芸豆哈。好吃吗？那个晚上弄的好吃。芸豆挺好吃的。哎，对了，说你跟大姐说今儿别做饭了，晚上明天是咱们吃面条。上次我说我打个方便面，你们这么多人盯着，你说。我前面老皮给你再给你扒一扒。昨天张亮修了个甲。